现在有没有自己影片来做看看？那麻烦老师你就来左上角这边开一个新档案，啊，一样开，就增加一个新档案。那我们告诉他我要用自己的影片，你去找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不是有输出了嘛？用你自己的最准。好，我就从这边去找一下。好，我找到了之后把它打开，那他就问你咯，请问你，我要帮你。因为不是要文字转语音吗？对不对？它就帮你辨识，它用的这个辨识的功能就是 Google 的文字转语音的功能，所以它准确率算不错了，八九成，大概八九成。但是我们刚刚有讲，剪映的中文的正确率会再提高一些。可是 Google 跟剪映它们都有一个缺点，所谓的缺点就是你讲专有名词或是中英混杂的时候。它的辨识度会比较差，这个时候就要用我讲的那个 AI 的那一个，它在中英混杂，尤其是那个专业名词、专有名词的部分，它正确率真的高很多。好，就是透过我们讲的 GPT 这种大型语言模型这样去训练出来的，那个就是聪明很多啦，哎，真的聪明很多。好，那我们就请他帮我们做咯，你看，好，那这个我不用存。有没有开始帮我们做了？那这个时候，像这个功能，就是它，我们刚刚有讲120分钟那个一个月有没有120分钟的那个部分？因为这个它需要付费给 Google，所以你在转换语音的时候，它就会需要用到那个扣打这样子。但是它现在并没有限制啦，哈，就是说你可以同时有几个账号啊，你了解我意思？可是其实说真的。你平常真的没有用那么多啦，尤其刚开始的时候，你根本不太可能用到太多，除非你测试很多。哎，不用，你不用登录也可以用，它有一个不登录，它就是免账号的时候，它还是有一个90分钟的一个使用。但是你这样会有一个情形，假设我们这间教室大家一起出去，都是同一个 IP。那就是大家一起 share 那个90分钟。如果你有登录账号，那就是个人的账号，个人去扣款这样子，就是扣掉那个额度这样。这样您了解？哦，好，那你看有没有他帮我辨识好了，对不对？辨识好，那就一句一句是不是就进来了？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，我们刚刚用它的 demo 的，绝对会比较准。为什么？因为 demo 嘛。可是他现在给我们的。有没有可能会有点不是那么准？就是说，我的影片跟我的文字有可能没有办法完全一模一样，刚刚好对上。但是没关系，你看，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还准，对不对？可是下面这个打造网站的功能好像还好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里，我先 play 一下，好。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Canva 在打造有网没有变站成的 camera？功能。小 Canva 变 camera，有看到了吧？好，那重点来了，我里面有没有可能好几个地方都会提到 camera？假设他都帮我翻成 camera，有10个地方我是把它改14。所以老师，如果你用 Office Word 的时候，你会一个功能叫做搜寻跟取代，对不对？我们这里当然有啊，所以你把这里选起来，Ctrl 加 C。哎，搜寻的快速键是什么？Ctrl 加 F，对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们就是来学文书处理的，所以你按下去，贴进去，好，它就告诉你，现在你的影片里面有2个地方有没有？一个在这里，一个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那重点是，你看一下，一个是在影片，一个是不是在字幕？所以你知道吗？搜寻跟取代也可以怎么样？直接剪接影片，不是只有字幕而已。这样了解？等一下我用影片的，我们先针对字幕。好，假设我这里有好几个，我可以像这样把它勾起来，全部，然后就告诉他我要换成什么。好，这个要换成 Canva，这样替换，有没有就替换掉了？字幕对就好，上面不用对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上面是影片呢、啊。好，那再来呢？
我们往下看一下哦，这里，看，来这里，你看，影视，好，录影是怎么样？是不是录完是一？来，你有没有发现我很常常讲是怎么样，然后后面就会停一下，这个是不是停顿？所以如果你是这种的，可不可以把它去掉？可以，对，你可以点到它 delete 就好。那它也有比较快的，就在上面这里，有没有简短静音区间？就是它只要遇到你有停顿的，就帮你自动剪。老实讲，剪映也有这个功能啊。对，剪映有这类似的功能。就是说，如果你的不是像那种操作型的，我就是讲啊，中间有时候不小心会停顿一下啦，那你就可以像这样把它剪掉。好，那像这个，我在这边剪。他就问你啊，你看我们现在这里面啊，有几个，总共有10个是比较长的，要不要一次帮你把它变短，直接就做调整，都可以啊。你不觉得他已经把剪切影片练到很精了吗？好，那另外再往下走，有时候我们会有就是所谓的比较口语化的口头禅，那啊。有没有？对，就是这一种。你看这里，有没有发现我这里有个索引呢？所以，如果我要把所有的我的不好的口头禅我都把它去掉，我就来找呢。这里，我把这个地方把它选起来。你看，我来找呢。哇，我的呢这么少哦，我这次怎么这么厉害？我看一下啊，因为我这里很短了，这样好的，我把它复制一份好了。Ctrl 加 C，哎，投影片可以复制吧？你看我多么偷懒，投影片可以复制啊。那我再复制一个，这样有没有三段的？好，那我来找呢哦。哎，等一下，呢，好，现在有没有三个？这次我想要做两件事情。就是不只是字幕要把它拿掉，连影片都想要把它拿掉。只要讲到呢的，我就拿掉。所以我就切到哪里，是不是贴到影片？然后来告诉他，哎，这三段的呢，你帮我拿掉。有没有删除？确定，只要有呢的都不见了。这样有很过分吗？没有吗？合情合理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发布网站，那所以呢，您可以使用之哎，前但是影片没使剪到，有用没有发的现？剪这里就是报。我讲的，因为他在对的时候，不见得会完全跟你的影片对得那么刚好，所以有可能你所看到的这个，你还要再剪接一下，就是变成你还是要听一下。报影片发布网站，发布网站，那所以呢，您。有没有它的索引呢？是在这里，所以可能前面这一段是属于上面的，那你就必须在这边再怎么样，按个 Enter 是换行，对不对？换行，然后这个上面，哎，请问你要接回上面，你要按哪一个快速键？如果后面呢想要回到上面，你要按哪一个按键？按 Enter 是换行啊，要把它前面这个这里。要接回到这里来。如果游标在这边，是不是按 delete？后面是不是就会上来？如果有游标在这里，是不是按倒退键？对，按 delete，这里有没有就上来了？所以你还是会有。所以我说，如果它辨识的不准的话，那你就需要像这样子。因此，我刚刚提到，如果你用我们那个 OpenAI 的，当它的辨识准确度越高，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相对就更少？我就可以很快的再把我的字幕弄好。其实说真的啊，我们在做影片剪辑的时候，做字幕这件事情是最无聊又最花时间的，因为自己要听很多遍，就跟我们开会要听那个录音档，然后去打成字一样，对不对？现在就不用啦，丢给 AI 就好了嘛，它就帮你整理好啊。
顺便摘要一下，你不觉得吗？对不对？哎呀哎呀，好，重点拿出来就好了嘛。好，所以你真正在做的时候，你还是会遇到这些问题，但是我可以透过这样子就可以很轻松做好。那么我们的字幕的格式，你看在这里，这里有一个叫字幕，有没有？这里有一个叫字幕的格式，它的格式有很多哦。你看，有边框的，最常用的有背景的。好，我要什么样的背景？比如说白色的背景或黑色的背景，有没有加进去？好，字幕的格式它很多，你也可以叫阴影。那这些呢，都可以通通套进去，都很方便。那如果说假设你的字幕是在外面做好的，可不可以？可以汇入哦。也就是说，哎，我觉得你用 Google 帮我翻译的，我不太满意，我就把这个字幕全部删掉。然后我从外面有没有导入字幕档，它就会再帮我汇进来。而且老师有些时候我们会需要做双语，有没有？有时候我们做影片需要做双语，那怎么办？人家就在这里直接做好的呢，添加翻译字幕啊。你看，来，我们假设你已经改好了，我就翻译，好，翻成韩文可以吗？翻译。你看，虽然我现在是在讲这个，但是有没有韩文的字幕进来了？真的很过分了，真的。所以你干嘛要学剪接软体？没有，剪接软体还是需要啦，哈，但是简单的剪辑还是可以用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但是它就把我们变得那么影简单视，了，好，录影是对不怎么对？样？是不是录完是一整软体段？的我还是讲，但可是。是，嗯哼，不是，这样还是有它的录影，OK。是跟你的投影片在一起。所以可惜啊呢，真的很简单。好，事实上这里还有一个功能啊，哎，怎么办？越讲越多呢，要讲到5点吗？不行哦，来，这里这个功能我讲完就好。有没有一个叫做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影片要快转或者要调整音量都可以，但是重点是这里有一个叫面部放大。这个是综艺节目会用的效果，有哈，来我们看一下，按一下，它会自动侦测我现在这个影片。所以老师，如果你刚刚录影的时候，你的脸够大的话，它就可以抓到。像我现在它就有抓到，有没有？抓到这一个脸，你看我右下角有没有放大脸部或模糊？按一下，有没有？脸有没有变大一点？你还可以选择你要放多大，不，只是它现在因为我那个角度不是很正，所以放大之后效果比较差。这样有没有了解了？哎，那你不见得要圆形，你也可以脸蛋，这个可能就效果不好。椭圆的，它形状还可以改一下，这样也了解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啦。那么。除了这个，你也可以把它变模糊。下面这里，这里有模糊的效果，打马赛克。啊，模糊多少，你可以自由的决定。哎 只要你的脸够大的话，它就可以帮你侦测到。这样 OK 吗？哎，还蛮好玩的一个东西。那它所有做的特效、有插入的，你都会在它的右手边去看到，你就知道这里有做了什么。插入什么效果啦、啊？插入什么图片、影片啦、啊？或做的效果，它就会附在后面这边，这样子。OK，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有这样。那调整原则上没问题，就在这边直接做。事实上还可以做更细部的，好，就是说我针对这个，我可以让它再更细部的再去做切割，也可以。好，就针对这个字，啊，有时候它可能这边有多了。我就在这边再把这句话的这个小部分再把它剪掉，这样都可以。所以只能说很好玩。那它本身老实说，还可以再插入更多的影片进来，就可以变成多个场景那个概念。好，多个场景概念。但是我想我们先不要做那么复杂的，你会用这样子就不错了。慢慢你就可以再延伸下去这样。OK。那当然，它本身也有自己的专案档，
好，有自己的专案档，你就可以从这边把你的专案档直接把它储存下来，下次就可以怎么样，重新打开再继续编辑，这样 OK。好，那可能我们今天时间上就只能到这边。老师怎么叹这么大一口气？工具进步的好快，真的对不对？真的啊，工具进步好快哦，现在真的来不及学。哎，哦，对对对。好，那如果老师呢，你回去还有问题的话，我的部落格上都有的那个 email 啊，等一下老师，如果您觉得 OK，也可以跟我加 line，没关系，好，因为我们有提供售后服务嘛。